录制游戏里程，录制游戏人生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神奇陆夫人啊，时间紧迫，资金紧缺啊，就临时拿手机录制了一个。我最近呢，这个夫人与游戏或者你们喜欢的夫人与老游戏节目呢，要暂时停更一下。不过停更并不代表着陆夫人有事要出去，而是要给大家带来新的东西，那就是神奇陆桌游又复活了。哦，我这句话拖的时间太长了。那么复活后的神奇陆桌游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桌游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大家已经看到好几遍了，没有错，就是咱们刀剑神域的官方认证许可桌游。究竟这个桌游怎么样呢？那么让接下来的视频告诉大家吧。提前告诉大家，这个桌游超级坑啊。好的，那么咱们首先上来呢，先选择角色，谁当队长同仁？我们肉点来，刀光哥来，来吉利肉点来奶茶，为什么要肉俩呢？因为肉俩呢，那你的肉一样的就是你的，那肉一个吧，那一个别顶高。来皮，你是弟弟，你是弟弟，你这是个弟弟，我比较哥哥，有没有六？弟弟二号，弟弟三号，那行了，你刀光哥吧，你是刀光哥，还有你的这个加血的东西，我们选，然后你们可不要这个，你们是剩下的就选吧，我选这个，好，然后奶茶选了本子纳，这个厉害，24点伤害，厉害。奶茶选了本子纳，这是什么鬼？然后龙宝宝选了会用龙宝宝的犀利卡，有龙宝宝的犀利卡，还吃。我来吧，弟子吧。好，来，两个酱油男，一点人权都没有。好，那么咱们首先从队长开始，你来选择你们要打什么副本吧。这个游戏大部分的流程都是同人选择。红玉宫。大部分的流程都是同人选择，不要看，这不能看是吧？对，先看，揉个骰子来。先看出局，你是要打陷阱房间的惨剧，橘色工会。好，我打第二个。好，橘色工会的洗衣机啊。PVP 洗衣机有什么好打的？然后呢，你们那个主人和这个协同的人只能扔三个骰子啊，只能扔三个。你是三个，不是？那我不是没法星爆气流斩。对啊，你选的嘛，然后总共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他们有20滴血，如果你没有用光所有的骰子的话，他会对你们所有人造成3点伤害啊。对，然后呢，然后在游戏开始之前还有个东西要给。首先，犀利卡呢是有这个什么的，犀利卡是有第一个护盾，你可以看看，你如果揉到这个的话，你可以给别人加护盾，免疫一次伤害，无论多少伤害都可以免疫。我要扔六个。然后那个利兹贝特呢，有一个那什么，利兹贝特有一个加伤啊，你如果扔到底下的呢是当前伤害加2，如果扔到后面的呢是当前伤害乘2。哇啊，对，是有个这样的东西的，对，还是很强的。好的，那么由同人啊，我们的同人皮哥哥，同人皮，好，你开始，你指定一个联携对象，你要跟谁联携？我跟绿绿。好，来来吧，你扔，你先扔。哎，不，你扔黑的啊，你别扔黑的。样的，看好了，对，你只必须得是全都是一样的，才能够放技能。全是六。好，6 4 6 1，我怎么带你兄弟？你好菜啊。好，连携。4-1，哎，两个4-1-2，然后你们自己商量吧。我们能用什么技能？我可以用，你没有用，我主要是看同人，同人必须得一样的。我可以把一个6变成1。哎，对了，另外一说啊，你这个特技你只能放一次哦。哎，我操，不是这个我变了好像没什么用啊。这个一是为6或一，哦，一个猴子或6或1。对，我问一下，就是，随便问。比如我把这两个一打掉了，接下来这些是给他打吗，还是怎么着？我不打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我只帮你扔骰子。对，那我但是得你们俩商量着扔。我只能打个4啊，我只能打一个技能可以用2次吗？啊，一个技能能用2次吗？可以，除非你有那么多骰子。能力是一局只能用一次吗？还是一关用一次啊？你这里上有写，注意那底层的时候你的能力只能用一次。哦，
对不对？然后中层的时候，你的能力就可以用那个。怎么一出来就是80级的吗？啊，不是，你们刚上来，现在大家都是八级，啊，不，现在都是30级，三十级，对，50级、60、80级都用不了。然后你的技能你可以看，这是两个人玩游戏的时候用一次，三个人玩游戏的时候，四个人玩游戏的时候，所以你现在只能用一次。所以说夫人这里没有写到，就是说哪个技能只能用一次，或者说就是技能只能用一次之类的，或者是最低技能，我想都打最低技能可以。只要你能，这个游戏就是让你们把骰子用光，哦，一个技能想打就可以。你看，我先打这个。垂直弧形斩一次，对，再打一次，再打个六，再变个六，441，再变个六，这个不能变六了，这个不能变六了，你这是多少？你这是多少？哦，它可以变六，可以变六啊？什么？它可以变六，它可以选择一个变成一或者六，啊，选择一个投资变，可以。那你为什么不打三次这个呢？对你打三次垂直，那我打三次垂直啊，对，好的，成六冲击，三次垂直一共是12点伤害，哎。厉害吗？厉害。那么你们就对这个哥哥，真哥哥全 miss， 对我们的橘色工会啊，造成了一共12点伤害。12点多。他现在还有这个8滴血，然后他没有对你们，因为你已经那什么 miss 了，所以他没有对你造成反击。接下来奶茶指定你的联携对象包包。好，奶茶和包包进行联携。我先扔三个黑的。嗯。那个投资塔还有有一二六，好像有点牛逼了，一二六，一二六，你看放什么？一四五，你可以打个大招，一不太不行，打不了，没有三，没有三，可以赌，可以赌个三，让龙宝宝重新扔个三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打出这个连携啊？他有多少血？20，还有20。他总共还是怎么开的？不，他还有8滴血，还有8滴血。那我只要打个这个星辰泪光，他虽然说死了，但是他还是会对你们造成反击的。哦，对，他会有最后一口气造成反击的，所以说杀掉也没有用。五个就是一二四，刚好，哎，不对，对，刚好，刚好，刚好，五个打八，对，没错。但是因为你还剩了一个头子，所以说他还得打你一下。他可以最后哦，不行，需要2个。对，我看看，你可有没有办法打一个小的？6 4 2，你看，我可以这样打，对，这样打，对，我先打一个直线突刺，然后再打一个四倍痛楚，对，可以。那这样只打6，没事，会反击啊。对，我们要白嫖伤害，白嫖他，亮剑白嫖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这个对。奶茶决定用一个直线突刺加一个四重痛楚打6，换个2呗，还是有6吗？你拿一个5，拿个1不好吗？这里卡是个单，背面就是一啊，哥哥，这就是一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橘色工会正义第一阶段还剩下，2滴血，它是必须小到大是吧？对，而不是顺着也可以。不用顺着，不用顺着，小到大就行。好强啊！对，好强。所以低伤嘛，伤害低的。但能保证每次骰子都用，保证全用出去。对，好了，骰子用不完。接下来是龙宝宝，龙宝宝你来决定联系对象。连小卢。对，也只能连小卢了。是啊，都连完了呀。好，一定要用光自己的头。我用不完的呀，我吉利卡用不完的呀。嗯，吉利卡这判定怎么用完呀？都给你丢。2224466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龙宝宝扔。1415。445。够吗？3个4。44。能不能再重优呢？3个4，2个5，一个重优是个什么功能？它的能力吧。你们所有人都可以重优两次。我数没有，我数我都是七。我倒是有3个4，我倒是有个闪光爆发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闪光爆发，这边就是那边是个 X 啊，这是什么呀 ？X 的话，它代表着的是可以将其中一个头子变成任意一个数。啊，是我获得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在别人的回合我用是吗？对，就得给别的玩家，然后在别的玩家的回合才能够用。那就是，没事啊，好辅助啊，没事啊，我拿了这个之后，我那个闪光爆发还能打3呢。嗯，打呗，反正呢，不是，这每个人重头两次。对啊，这里有3个，它是次还是个？从你可以拿你那2个重揉，小卢拿他那1个重揉。重揉一次，你们看不爽，还可以再重揉，这样的2次。哦，来吧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试试呗，这个游戏就是粉丝向包简单吗？23，235，235，什么鬼啊？哎，
你把这个留着，然后这个肯定要留着，这活成双数就留着。对吧？三崩，二二，你们能把这三变成二吗？变不了。这是我的呀。哦，没有用。好的，那么结第一回合橘色工会的袭击啊，我还能打两次一，打两次一。那他死，他肯定死。好的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他的第一回合攻击结束。这样的话，第一阶段，我们的就是这个橘色工会的手下被打死了，但是你们所有人受到了三点伤害啊，掉三。掉三。嗯，我们身上拿三，这不直接吗？你背面不就有三了吗？二，三，三。好，三，打不了，先拿骚凑合凑合吧啊。皮磨的。比蒙打不了，就先打那什么。那怎么样？我 miss 了呀，没打到我。没办法，他那是群体攻击。好的，接下来开始第二阶段。说白就是他没打完之后，然后这边踩了一脚，先打。对，接下来开始这个第二阶段与女首领的战斗，二十滴血，但是他的反伤呢，就是反五了，不过不是群体攻击。嗯、那么接下来是这个 PI 开始。好，选择一个你的连线对象，因为已经换阶段了，进阶段了，所以重来。啊、嗯，得亏没到我。我骰子点太弱了，霹雳头来吧，霹雳头，你连谁呀、啊？你说呀。来奶茶，来好，来来奶茶，六六六，又连本子大，你这人，来吧。耶，我一步六三三，六三三，六，该你了，二六我十一，让我仔细瞧瞧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哎你好像能打一波技能，我好像能打一波技能，把这个变成六，把这个变成六，又打了十二，老陆，牛逼不牛逼？你刚才那个没变是吧？变了，那、那你这回合就不能用了，不能用了是吧？一层只能用一次，哦，这里不得扭定吗？这还是一层，这是第一层的第二阶段，哦，一层有几个阶段呀？那个只能重周了，一层有几个阶段？重周吧，重周吧，两个阶段。那我们你承受一个，就是这个，那能力扔这一个，对，就扔这一个，你扔到一层用一次，那我为什么我不可只能扔到六，只能扔到六，要不就把这俩六重都重扔，我可不可以给他回？哎哎，别，那个六还能打，可以，但是你的回合已经过了，但我的回合对，那两能打，那就扔，那就扔这个，你扔这个，他说还有没有喝的呀？有蒜蜜汤四，还可以再重扔，再是再扔最后一次。对，我现在这一把重周的下一个阶段还在重周吗？可以啊，是每个回合我都有两次。可以啊，你还可以再重周啊。重周是每次都有的。对啊，哦，你早说呀！嗯，一定要扔六，六或者一都行吧，还有三，一六三都行。一不行，他打不出那个三。打不出三个连的，对。啊，就火漏。啊，三三，那我能不能重周呢？嗯，还有机会吗？你对，你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对啊。那我只能揉白的是吧？你扔个三出来，我扔个三，我们就可以打一个四二。但是你这个扔的话，你的六就没了啊，六就没了，六分之一概率扔两气儿，来，有可能挨两下儿，弟不弟弟？弟弟了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啊，来，还弟不弟弟？弟弟了，你造了个弟弟，你造了个弟弟。好，一共造成了这是八点伤害，八点伤害。对，挨一下五。你说你连我八点伤害，这样的话你挨一下五。我刚刚才抽到了这个，你不连我。啊 ，Kitty 头命悬一线，你还有多少血？十滴血，还有两滴血，还有两滴血，还有两滴血。还有两滴血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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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我们这回。但是你打了他个八啊。打得死吗？干呗，那么办法呢？每个人都打他一下，他不就死了？我看小卢的技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本子娜奶茶，你要连携谁？那我连小卢。好，连小卢。你给我扔出来也没有技能的。啊，没事，我主要你给我想下回合能不能把他秒了，这样我们就对少受一点。我的天啊！好，四五，二四五，四五什么？这四，这掉地上当然四。四是吧？嗯，这么多四。但是我这是一个他，但是你不是 Kitty 头，对，你可以把这些全扔四，全部再扔一遍，全再扔一遍，全再扔一遍，不是，我们能这个全再，我们能扔出一一二三四五六六，我直接秒他，没那么多，你想多了，因为他只有十二滴血，你没那么等级，我只能他只有十二滴血，
你只能用弟弟技能。对，你只能用弟弟技能。你还没出铁碎呀？你呀、啊，嗯，可以把这俩扔了，这个别动，这个别动。嗯，对，四五可以留着，对，四五可以留着，那个那俩人揉的。然后咱们揉这四个，看能不能揉出一个这个技能。揉出一个你把一揉了干嘛？一不好扔，你要么都让他扔，因为你一四五都是有用的。你可以把五留着，把四揉了。为什么说把四扔了？因为万一出一六呢？那你先扔吧。好啊，我先扔。我们是保证不被打，对，保证不被打。那对，你可以我先扔是吧？你先扔着看。我全中。三四三六，哎，三六五，我这是我多个五，多个五，那二，扔个二，哎，你不是一吗？不是二，变二了，他是二，二三，他现在是反五是吧？六，二三四，他现在是反五是吧？反击五是吧？对，反击是五，那我反击一下就死了，嗯。啊！你是五滴血，我必须得打一个四倍痛楚加一个直线突刺。你被反击一下也就死了。对，那么我其实想打四倍痛楚和直线突刺很简单呀，那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这样一个五六就是直线突刺的一，然后二三四五就是一个四倍痛楚。行，我只能白嫖六点血。可以啊，你能打八呀？不是，但打八的话多一个骰子，我不就要死了？对啊，打六。不掉血第一啊！这个四倍加三连不是打八吗？合起来打八是七个骰子，六个骰子怎么打八？哦，你下面是一，对，所以我只能打六，那我就打六，白嫖个六呗。行，白嫖个六。那么我们的奶茶使用了这个白嫖打啥？四重痛楚加上直线突刺，打了个六。那么唐打了个六，对啊，上一个也是打了个六。好，那么就是一个一，一个五，那是啥意思？冻伤了，蓝血无所谓啊，冻伤了。对，好的，那么他现在还有多少血？不知道，十四，他还有六滴血，六滴血。好，接下来是小卢啊，小卢那个其实也是留他哦，你不是连着他不连着你，他连着我，连着我，连的人，那我只能连他了，那你也只能连我，那你能连到我们两个，连不了，连不了了，回不去，连不了。那到我了，我连谁谁都连不了了，你连皮给 PI 了，对，就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循环，直到打完这个阶段。没事，你扔吧，扔吧，扔吧，来扔吧，扔吧，扔吧，扔吧。六，真对得起我。四五六，二三五，二三五，什么连接？没有连接，没有连接，我看一眼啊。房卡呢？我房卡刚刚放在这儿了呀。把偶数全扔了，把偶数的全扔了。我去吧。把房卡刚刚收桌子的时候放哪去了？把偶数的全扔了吧，最后可以用一一全打掉。对，是吧？刚刚放在这儿的呀。来吧，先扔两次，扔不出来用技能。选择一种点数，跟愿望全部加一或者减一。可以，来，挺好的，来宝宝，咱俩什么扔了？我是全奇数。全基数，你不是我重生机会上一把不是用完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一个回合两次，没有吗？没有回合两次吗？两次啊！哦，我以为是一关两次，所以说很简单嘛。对啊，来吧。嗯，揉什么？揉要基数，基数它就能全打掉了。还有一个三个五，我操！一，还有个我还有个六，你把六再扔一遍，他就得扔一次。三，漂亮，好。哦，这儿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六刀。没有，三个五一刀五，然后三个五是一刀五吗？对，三个五一刀五。他连我的时候，我能用技能吗？不能，你只是帮他扔骰子而已。强袭轰击一刀五。屁眼，你的技能是什么？五他能六七八五啊？他用这个能啊？我能。他用不了，得到他的回合。不，这个是别人回合用的，这个不是能力。不是，得到你的回合，你把这个东西给放出来，你给别人，到了他的回合，他才能用。哦，懂了。那屁眼，你的技能是什么呀？星爆气球斩。能力。那么小卢一共打了八滴血吧？八滴血，他现在是十四。嗯，砰，死了！恭喜你们战胜了底层的橘色工会的袭击。我都忘了这次，我都忘了这个女的是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都忘了这个女的是谁了。你确定那是女的？是，这肯定是个女的。回满了，回满还是个女的？哎，回满了。之后你们所有人升级，获得了新的技能，新的。血量，同时也会获得新的这个剑技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剑技是杀人的剂量，我知道啊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奶茶啊，他会了这个星系飞剑，然后我们的 PI 无敌炉石，我们的 PI 会了星爆气流斩，你看无敌炉石，无敌炉石回家了，嗯，对，无敌炉石，
哪有无敌炉石？无敌使魔，无敌使魔，吓死我了！无敌炉石。好，接下来，那个我先把你们的伤害都收回来。保存了，那么咱们开始，这是开始不了了。奶茶下去接人，没事，接下来步骤跟奶茶没有关系。哦，那么恭喜我们四位萨奥的冒险者来到了中城。来 ，Kiko， 你来选择。对，啊，不，我有一个步骤忘。等会儿，首先先领取你们的奖励啊。对，翻箱子，随便抽一张吧。哇，我们都会抽。哇，金色普通，抽到了女儿。啊！我这这么屌，那么牛逼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是金色传说，真金色传说。嗯，女儿她的这个技能是只能用一次，反击敌人的伤害，并不是让敌人的反击无效，并且把敌人伤害的全部数量反击给敌人。比如说敌人反击一刀反击你30啊，比如说敌人一刀反击你，比如说你扔楼了啊。敌人反了你30、啊、你出是女儿，你出是女儿的话，他这个反击就无效，然后呢你还会再打他30，就直接秒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么屌的一个存在。这不就是女儿当时死的时候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不要老剧透，说不定有人还没看过呢。嗯，好的，那么接下来 Kirito 来选吧，3-1打哪个 boss？ 四第二三第二个，不对，1234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来，打的是谁？圣诞夜的圣诞老人。哦，这不是去拿复活药水了？对呀、啊。你们为什么搞？哇，你们竟然，我这个剧情完全记不住了。这块不能复活，这只能复活马上。这个主角的话，主角可以扔4个投掷，然后呢，支援者扔3个，他一共有50滴血。防御力是3，也就是说你们的伤害如果不大于等于4的话，那么对他无法造成伤害。啊，他的反伤是6啊。总伤害吗？还是怎么说？啊，总伤害大于等于单刀，单刀，单刀，防御3嘛。对，比如说我的这个三连投掷跟直接投掷都没用了。对，没用。你这些可以把骰子打掉。对，可以把骰子打掉，顶多打不出伤害。贯通5是可以。不视频呢？贯通5是可以是破防是吧？对，贯通5是破防。他们的有，我的没有。好的，那么咱们来，还是 Kiko 开始吧。这次是4个骰子了，你4个，然后辅助的是3个，一共7个。你好菜啊！我哪里菜？你先扔，继续。为什么还要连锁奶茶？我厉害。来来，骰子呢？我没有，只有你菜。哎，骰子呢？上上去就行了。甩在这里啊。因为奶茶基本上多了一个，奶茶当老二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可以保持自己不掉血，他比较容易把骰子打掉。136，136，来吧，你是4-6啊？4个？怎么可能4-6？对，他是4个，这个是4-6，直接放就好。1，5，我觉得你要崩。4，完，一，把一留着，3-1，干嘛？要杀 Bastos？ 我也从，对，我们来星爆气流斩。六可以，六可以。一，帅不帅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帅不帅？三。哎，从人不算，不算，这么高。六，哎，2个6，那我再重扔一次，对，最后一次重扔一，都可以。你扔个一好了。好，我使用技能把6变成1。星爆气流斩，星爆气流斩，打16。星爆，温州飞机王按6闪1。对，全温州飞机王按6闪1使用技能，同人啊，直接星爆气流斩16，对我们的圣诞老人造成了13点伤害。然后打零，然后打零，那么他一共受到了13点伤害。看就是带不带，带，特别带，特别带，特别带啊。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十，游戏卡带13。他还有这个30，37滴血，还有37滴血。接下来是奶子，你要连谁？我连包包。好，你连包包。怎么按6甩1？嗯，按6甩1，我就掉了一个，1、2、2，掉的是4，掉的他妈完蛋。二，他妈完蛋。3、2、5、2、3、5，你看，按照顺序排一排先。排一排。哇，好多个二，反正尽可能的白嫖。他技能放不出来，得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把2个2重扔了。把2个2重扔了，那这样的话是1、2、3、4、5都有了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如果2个2再出2，让包包重扔。不是，一二，你还可以翻转2个骰子。
其实吧，其实应该两个人一起同时揉呢，是吧？对，一二三四五，咱们自当那什么了啊？你还真想放那个大招啊？不，那这样的话有个问题，我要被打呀！啊，这样的话我不是要被打吗？我有一个骰子扔不出去，我不能放这个大招，我没到五十级对吧？啊，你我到五十级了吗？到了五十，对呀，到了五十级啊！你现在已经五十了，你现在已经五十了，对啊。那这样不是多个骰子吗？对啊，他这个 boss 还是很克你的。那我只能打一个。怎么都多个骰子？打个八。哎，那我上一层拿了。你可以打五三加一吗？不，这永远是你的技能，永远是你的技能。我是收到了这个货，基本也废的。打五不是，他这个就是属于当你收到这个东西可以触发。那就这样呗。对啊，你可以打那什么，你可以打那个，你可以打。我打一个八加一，然后一就浪就废了，就废了。对，一就废了。八的话有五，对，打一个五。好，那么奶茶决定打个五。这个防御是过去之后才有伤害，还是说打的同时就他的防御值？对，每个剑技都会被减，都会被减一个三。那样的话你们就只打了一个五。不是说就是只要过防了就可以造成同样伤害，你们对没有什么的。现在你们一共造成了十八点伤害，接下来是包包。我还能连谁？连小卢了吧？对，轮得了我了。老规矩啊！哎，完了，大招怎么放来着？你是八杆，十八杆。这个，左边的左边的大招。好，老陆骰子塔呢？骰子塔放起来了。那个，你要想拿，到时候能去拿啊。这是五。嗯。这里很容易掉下来。对。等打完这个 boss， 我拿骰子塔。六，牛逼啊！六二六。怎么组合？我操！我都不用组合了啊！直接能放了，我直接能放个无敌使魔了！我操！啊？这么厉害吗？你级不够。22446啊，不是升了一级吗？啊，对，22466，触发技能，你要放无敌使魔吗？你要放的话，这个无敌使魔打两次六，打两次六，他反两次一瞬，你就只能打一个六，只能打一个六。是什么？给一个人加无敌。也就是说，你打了一个六，只是打一个六，因为你给自己加无敌啊，你不要掉血。我不用掉啊，现在。嗯。多个骰子。要掉。多个骰子，我这个可以揉啊，重揉。啊，重揉。再揉。揉出来，好，给自己无敌。给自己无敌。好，砰，弹掉啊，没了。没事，本还是我的。对，好的，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圣诞夜的这个老头一共造成了这是多少伤害？总共六，因为两次防了，两次防。那一共是有点危险，那时候还有一啊，嗯，对，那一共是25点伤害，他还有一半的血，一半的血，什么？但我们尽可能都白嫖嘛，对啊，你们就白嫖，你们技能用了吗？刚刚没有，我没有，有用吗？你用了，你不是能用两次吗？我发现毛都越来越胖，是越来越，我操，我他妈的瘦了很多了，滚，好，接下来小卢连皮。哎，我这个只要撒出来就可以用是吧？什么？这个东西，如果都给人到了那个人的回合，他用了，他才能给他。给人，那你给他翻倍啊！哇，星爆气流斩啊！对，翻倍星爆气流斩，直接就秒了。给人，那我已经没技能了，估计放不出来。估计放不出来。你两次技能都用了吗？没有，他用我是满级才两次，满级两次，他现在一次。四，你好像没有用到，没有四，我全是奇数。对，我满级也是一次，没有用，就，哎，一，这么多大招啊！预备出手勾中，2 5五，好像去的快吧？我不玩嘛，我就不知道，我今天被大招打懵了。四，好，重揉这两个，嗯，26，怎么又26？还有一次机会，你很喜欢揉偶数吗？那是的，偶数皮。那你为什么不选实力刚？哎，三五出现了，这就是关键时候的男人，好吧？啊，掉了，四，这不算的，不算的。没有四个五打的技能，三个五行，三个五可以，三个五打的少、啊、后面有个基数嘛，只要是基数就行、嗯、对，不过三个五也能打五了，三个五也能打五，但是剩下来就没几个东西了。哎，你有四个五加差一个鸡，
差一个基数，差一个三，没到八十级哦。嗯，对，没到八十级，现在只到五十级。哎，你有没有技能把这个改成没有？他现在差一个三，本来一一三三五五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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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他妈直接二四四六六也是没想到，一三四五也没有用，那就这个这全这个全废，然后打他两点血，两点血。对，这样的话，一共是打他两点血是吧？啊，打他两点血。好的，那么他现在是废掉二十六，还有二十四。之前一共打他六点血，你为什么只丢了个一上去？嗯，我丢了一个五一个一了，好吧。然后接下来到又到了撇。哎，哎，查你先扔。好。给你扔三个六，教一教你怎么玩。一二三，你自己给自己扔的。从你先不要重扔，自己给自己扔的是吧？看看我扔的多不多，自己给自己扔的是吧？我看看，哎，二三五，完了，三完他妈完了。那我们留二留二和三吗？不不，别你是要保险吗？留你直接把四个全重扔了，我听我的。全重扔了，你缺德，你不能这样。你等着出两个了之后，我再扔我这边的，对不对？我要留六的呀，我至少、啊、你把这三六肯定得留啊，六是拿来打掉废物，哎，掉下去都不算了。六是六，行吧，来。奶茶好烂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一，哎呀，一丢掉，那我把一留着。哎，那我扔掉。你扔一个六，奶茶好烂呀、啊！扔一个六就行了。不是，你这两个一起扔啊！嗯，操呀！我操！二三，再来一次。好，还得自己扔的呀。最后一次啊！三和三。三加一可以，可以，打四，再打一啊，对，可以，这样的话一共打了三点伤害，因为他每次都得隔一下，所以说一共是三点，拿五就完了，拿五打完丢个二，还有五吗？五有的是，这种算法神经路分一般不算，神经路分一加一加一的，这样的话一共是。四五二十五二十五三十了，再拿掉一个三十了、嗯，把这两个拿，对，拿出两个 ，boss 快死了，你直接放个三个十上就是，放三个十，对，三个十，好 ，boss 快死了，接下来是奶茶，你要连谁？我连小卢吧，小卢伤害高一点，十秒了，嗯，三十，好，来连小卢，你连小卢，小卢伤害高点，重生，啥意思？就下个时候把他秒了呀，啊，等投资法来，你就不用赖了，二二三。二三，我还有一个四，有点厉害呀、啊，二四六，二三四，我能打出很多种操作，你最好打一个这个，保命是够了，伤害呢？四加二的，伤害呢？打个四加二的，你能打出对对胡？对，哎，五加二，打，想办法打个五加二吧。你看一下，你看打个骨架，哎，这几啊？这几啊？那可能是个五，五是五吗？五。哦。嗯，五加二好像打不出来，必须得重扔啊。对，我把这两个。你省着干什么呀？重扔。对呀、啊，有一个不是你的，啊、不用了，你把它反了。他扔出来比你二大就好了呀。行，对不对？你几啊？太大了，一。哎、三和一可哎，那能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，哎呦，但是我多一个，不要挨打，不能挨打，正好别挨打。哎，你一二三四五六打他，你不会死啊？到时候我们打完他了就完事了呀，你跟他拼了呀，卖了卖，开始卖老婆，开始卖老婆，跟他拼了呀，六点血，二点三号啊，他不会再打你了呀，他还有其他阶段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阶段。是啊，听你的，休息。听的呀，肯定听我的。打一个十二，然后减三九，加三九九，然后我自己扣六，九。好，那你扣六，扣六。还有多少血？啊？还有多少血？他现在一共被打掉了三十九滴血，还有十一滴滴血，十一滴的。太简单，十一滴血，我够呛。真简单，就你个赖货，你个赖货。怎么跟我有关系？要赖也是奶茶赖。来吧，是我。你要啥呀？到底？我要基数，一三五，
全息数。一三五，还真一三五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所以得问清楚你要啥呀？这么欧的吗？哇，只要重肉个二就行。二重肉了就可以。不过你不要留那么多一吧，一好像没什么用。可以拿来当基数用啊，它基数。不是，它一打出去六，它只要不被打就好了。再扔。哎，你用技能把六变成五，就可以打那个五。哎，对啊，六的可以直接变吗？可以直接变五，它可以六减一变成五。六减一变五。好，那么这回合小卢就不能再用技能了啊。然后三个五、三个一的技能打掉，一共打掉这个。哦、我再拿个这个。哦。嗯。就三个五三个一的技能，只能给打二血，一共打两点血，只能够给别人贴，只能够给别人贴，只给别人贴。对，打你贴给谁？你贴给谁？给我，给碧安，给我。还能轮到天吗？嗯，给提吧。那下次是我，我就连他了。啊，行，给提吧，给提安。那总之没受伤啊，打二啊，老卢。然后你使用的技能打什么？我使用技能打五个五，一个五，一个三，一个一，一个五，一个三，一个一啊，总共就是两点呗，都掉二啊，那就是都拿回来，放一个十，放个一，对，放个十，放个一，还有九滴血，加油啊！最后九滴血，最后九滴血，包包，包包，皮癌了呀？对，包包连皮癌，我要扔偶数给包包，对，嗯，好，一三三，一三三啊。你重肉吧。哇，我也是一三二。你重肉吧。三二五。还有一次。三二五。宝宝惨了。哎，六六二。宝宝还有一次。龙宝宝是六二二一。一。两个一。一一二啊，最后 PS 一一二。三个一。三个一，你有效果吗？三个一，我有。没有用，最后龙宝宝手里只有六六二二二。三个二，就是三三个二，我对我来说没用。三三是什么？刀剑神域啊，没有用。这个三个三干什么的啊？三杠三就是我和什么都打三。哦，对，胖胖，对对，没用。但是我要我反正吃六点伤害，多段攻击。然后我这个技能给 PI 用一次，什么？就给他回一次能力。好，那么 PI 你的能力这回合又可以使用了。好的，那么标六，标六。奶茶，来揉吧，你只要看我表演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你怎么。先揉。好 ，PI 再次连了奶茶，打了一三五。我怎么每次都连我自己？我扔红树的呀，奶茶。我是要扔。到底带得动带不动你？三个三，三三三，哎，三留着，三留着。好，三三三，五可以留着，两个五可以留着。真的吗？你想吗？我们只要这两个先揉一次。你这可以打一个这个吗？只要你不掉血，我要掉血，我要秒他呀！哦，那就重扔，那肯定要秒他呀！往三的，往三揉，往三揉，往三上揉。我，我两个五，两个五，是两个五，有病。二二，还有一次啊！我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，要保了吗？四好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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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秒不掉呀！你能秒他吗？咦，你伤害是翻倍吗？你给他加二，没有加二，只是个加二，翻倍级不够。哦，六，你可以用技能，你有一个技能，技能没有用啊，顶多多打一点血，那就多打一点吧，那就多打一点呗。首先是四，不用把这个，不是，那不是，四加上十，四加多打一点。打一点，多打一点吧。这是一加，这是一加七，一加七，加七八。这个七是不是可以乘二？啊，加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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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就是它是每一道都加二吗？是每一道都每一个技能都加二。我拿下说明书，我看看。它是你本回合伤害加二吧？就那个每次砍的它。这儿没写，这儿没写，这没写，这没写。那我看看，所有剑技，所有伤害全部加二。哦，好强！老陆，我把刚刚这个四改成六，然后打一个六，这个不太行。打两个六，打两个六，打一个六，没伤害，就两个六。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是六六六六，这个是十二十二六六十二，
减九，加起来死了呀，他都没那么多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最终砍死了圣夜的决斗，是干掉了圣诞老人。快去靠刀光哥带，是 buff 都在你身上的 ，buff 给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就是围绕着刀光哥玩的。快结束了，好的，那么恭喜你们战斗受益。首先，所有人全部升级，升为八十级。然后呢，你们所有人的血全部回满，把这个伤害卡都给我吧。然后，还是你们的这个，刚才是谁打死的？还是刀光哥吧？刀光哥，来，刀光哥抽奖励。一般抽这种卡的时候，咱们抽倒数第二张，倒数别这张，别看。什么东西啊？金色普通，午夜大衣，这不是我衣服吗？可以给任何人穿啊！你们可以商量给任何人穿。封闭者，其实这个给谁穿都差不多的，看看谁容易 miss。包包容易 miss， 给包包穿吧。谁容易 miss 给谁穿，减一伤。对，我太容易 miss 了我。好，那么这边衣服穿上，接下来因为你们打到了高层，所以说每个人获得一个自己的专属骰子，可以拿来替换一个黑色的骰子，这是本子纳的，拿来替换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专属随便扔是吧？这个是出专属了一点。对，这个专属骰子是可以顶掉一个黑色的骰子啊，随便扔吗？还是跟黑色的骰子一块扔，然后到时候给它替换掉？不，是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扔到脸是在什么？现在是你的四个，可以扔五算五，可以算六啊，可以算五。可以算两条路，对，是这个样子一扔，到时候随便去掉哪一个，还是直接这个样子？对、啊，直接这么扔，直接这么。那这个直接还你了。那这个脸干什么用的？啊，脸的话可以算任何数，就想算几算几，想算几算几，扔几算几。好的，那么保存视频。